嗨，大家好，我是三十二届，自我介绍一下。好啊，我是三十二届总务陈和谦。我是李国伟，我是活动。好啊，其实我们顺序有稍微要改一下，我们第一首会先唱那个，有没有就是节目表后面那一首叫《轨迹》。好，那那首其实不是叫《轨迹》，那首叫做《Kiseki》。好，那是 Rosalia Kiseki 啊，一首这个 Extras 难度21的很简单的歌曲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忘れない。
でも熱いままで ありがとう回る地球あなたと私は進む握るか離れても終わらない絆がある鬼机，然后听一下，听手机，我就觉得那个什么赛马场的故事，什么伊妈达。